萧峰可是要拿总冠军和金枪王的男人，就这样结束，你不遗憾吗？他们都说，我以前的路选错了。眉毛上的汗水和眉毛下的泪水，你只能选一个。聊了聊了，走走上上上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再困难的处境，也要做正确的抉择。 CIF 半全国挑战赛冠军奖金好几万，男人要想成事儿，必须有点不切实际的自信。这才是我想要的女人。你相信你自己，并且赢得了胜利，这就是成为英雄的道理。前段时间我打游戏碰见一个人，他还说自己活在2008年。 结果后来他为了证明，就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。08年的萧峰给我寄出一张明信片，2009年的我就真的能收到。也就是他只要阻止你去做那件事情，时间、地点、细节全都告诉你了。为什么阻止不了？为什么阻止不了？ 我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！一个在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，你等再过几年，你才发现你只能改变自己。如果你打游戏失败了呢？如果成为不了职业选手怎么办？我们这条命跟别的不一样。如果时间真的可以重来，我还会这么做。 可能这就是人生吧，没有谁能陪着谁走到最后。可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得逼着自己向前看。打掉！我告诉你，这个靠的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打电人那些浑浑噩噩、毫无追求的年轻人。你知道你跟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什么？你已经不年轻了。 不争馒头争口气，这全国冠军我拿定了。所以，答应你，别放弃，不要轻易把这个世界让给那些不如你的人。